对啊，就是小宝唔对啊。啊，物件走去倒位？杜光亮真正搁活嘞，对不？不是啊，恁三个哪会走来遮？恁搞军装啊？看你这么惊吓，敢讲你是做财神爷啊？看这个办事，你是来找麻烦的啊？歹势，我无时间跟恁耍，请恁出去。你应该无资格把我们赶走啊？对你跟我讲，这间仓库是你的财产。无唔对，是我租这间仓库的，这间仓库就算是我的财产，请恁马上出去。我离开营业啦，我讲是小姐是才来接的，啊，你至少唔爱好完成任务，才好离开嘛。是啥物指示啦？啥物任务啊？我甲你讲啊，就前几工啊，我去庙拜拜啦，啊，去庙庙公讲，杜光亮阴魂在自然神湖边，伊讲我啥物完成要伸冤啊？陈东军伊讲嘛爹啊，你唔相信哦？你去问伊啊。所以，这跟您找来家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嘛了解杜光亮啊，有受暴雪个性，卡所以真正失败无完结，就算伊阴间买台乌灵机出来讨命。我有请庙公跋一个碑门看卖，看杜光亮敢有啥物委屈的所在，所往斗三江的无？啊，你敢知影杜光亮讲啥？要讲就讲啦，莫要讲，敢若唔讲同款。杜光亮讲，阮绝对来遮走一撮的，因为去往唱一只。庙公有替杜光亮传话啊，伊讲就是伫个这间仓库内面，正东南的方位，还有一直甲吹出来。不，你到底是哪山的啊？看你是要讲怪力乱神，或者是怪录音，请你去庙内底啦，莫来遮找我乱啊！不要，说出去啊，心不心在意，咱另工再来吹。我唔路行久，嘛是去拄着鬼的，我咧搞一摆来找你的，就不是人，是杜光亮的鬼魂。买人是一间公司啦，啊对方跟我讲的时阵啊，足水气啊，所以我真紧就卖了啊。安尼我就真好奇啊，到底是倒一间公司会开这么侪钱买一间旧的仓库？是永兴企业。就是讲永兴企业这罗家峰，伊敢有甲你讲，伊买这间仓库是要创啥？罗家峰，我唔是甲伊交易的呢。你不是跟他交易，那你跟谁交易？是王雅杰啊，他是用永兴企业的名义啊买下来啊，他好像是要给他爸爸做中央厨房用的啦。想不到竟然是王雅杰买，这样罗家峰应该还不知道他是黑着宝啊。是说这样也好啦，死到我顶多可以利用这点赚双倍，乌白两边我都要吃。杜家罗家峰已经约到去仓库去啊！伊立马上就会当查到是亚杰甲仓库买落来。万一了开封，真正要甲杜光亮藏伫一间仓库内底，恐惊要偌久，因就会当顺线就查到。我伫个手电的头前，甲线索斩断遮。哥，文瑶，志豪，恁俩做伙来。我有一个代志要问你。你别讲。哎，天龙来哦。阿星。哎，哥，要问我什么代志啊？哥问你，你啥物时阵用永兴企业的名义买一间仓库的？啊，这个代志我拢唔知啊。才拄买尔，袂好甲恁讲啊。来，恁坐啦。多谢，多谢。是讲。阿姐啊，
啊，你奈雄雄早去买一间仓库啊？啊，是啊，而且迄间仓库位置有一点偏僻嘞，你若想讲去买遐，而且迄间仓库内底空空，你买时阵干掉呢？啊，你三个真罕见嘞吼！拄则听恁讲啥物亚杰有买一间仓库，亚杰啊，啊你哪会无叫我陪你做去看卖嘞？其实这嘛无啥，哥，你敢毋是拍算要用百叔做状元饺，当作是日月星饭店中餐厅的招牌点心？你总是袂当互爸伫做厝会做较做啊？遐伤细间，空间无够，所以我才想讲甲仓库买落来，互爸使用。哥，杜光亮甲我买迄间仓库有啥关系？阮就是伫烦恼这件代志。所以我专工走去找庙公，为跋尾问看卖，伊讲杜光亮就是叫我们藏在内面。哇，嘉凤，你意思是讲，是藏在亚杰买一间仓库？啊，你免怎？但是免紧张啦，即个内底拢是无啥物件，啊，毋管调查着，这间买主就是你，所以我才想讲来问你看卖。我买的时阵。内底确实有一挂旧的家具摸唔到，啊，不过我已经请回收旧家具的公司，把物件拢清掉啊。清掉，清去倒位啊？亚姐，刚刚大哥讲，迄间有借资料传给阮啊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哎呀，万一那些分查到是安怎？哥，啊，你的面色那真系歹看。而且你身躯边有对啥物歹物啊？是无？我这无咧想是啥物神啊，是鬼的代志啦。你若是有查到啥物杜光亮的线索，就去报警。而且即卖身体还未完全恢复，需要时间休困。你若是无别的代志啊，会当离开啊。本哥来看我，你哪会当赶紧走啊？大姐。无必要为着这小块代志，甲陈良俊起冲突啦。歹势，金华，改了，我先来走。在我看来，你会安尼发脾气，是因为你心皮。妈，我有啥物通我心虚啊？杜光亮的事，甲你有关系？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妈，你怀疑啥拢会用的？你哪会当怀疑到我这来？我即卖麻烦已经够多，已经够烦啊呢！你莫搁有白受啊，好无啦？好，你讲无？妈，小心点，冬雪。妈，食到这回啊，今晚干来剩你这个后生。我不很忙，以后你会当好我挖去。妈，干来希望，你莫想花失望。妈，好啊，妈忝啊，我陪你休困。这林子彤到底是咧行什么高赛运啊？我一定要让伊伫咧镜头面头前吃到假只银子。咱一个长大的观众朋友看到有人破产，绝对会笑到变鬼。时间咱才看伊，变咱袂瞑目啦。大家即马就用破阿声祝福今仔日的潮流教主林子彤。
有可能？你不是讲你去买通常务啊？刚刚你可能不敢回歹看。你是在讲啥？那个常务明明就收坏钱啊！啊！不是红菜，伊是失望，还是意外，还是讲以上皆是啊？如果是你这个临时工，莫甲我讲是你偷偷换掉的哦。对，就是我。我哪能看一个好的节目，把你们迫害啊？你直接看头吧，你真正不知影死活啊！钟君玉，紧过来。好，谁来？我就跟你讲哦，我家己真正袂遐尼熟啦。所以你爸去英国读册，佮主播是同学，你佮毋是何丽素？钟君是国际喜悦的总经理，那也是啥物何丽素？你是不是误会掉去啊？哎，看你的表情像要掉惊同款，但是讲你毋相信方婷讲的话。我知影你考到真侪证照。就算讲有护理师的证照，我嘛袂意外。敢讲你搁咧创敌人啊？暂时打工尔啦。哎，钟主播，你看啦，你向狗的身份讲出来，煞惊到你访问的嘉宾。哦，歹势啊，我头壳一时说袂过来。哦，那你我煞要讲的代志，会乎你的头壳搁较说袂过来。什么代志啊？就是经过阮国际喜悦内部的评估，阮决定要邀请你的同志亲甲阮合作。意思就是，只要跟阮国际喜悦合作的饭店，拢要用同志姓名。咁真实？我这主播同学今仔做证，感觉是假。你真正是国际喜悦总经理啊！啊，来，哎，你参考一下哈。啊，目睭八号金，看下金像哦。啊，凡是对你这万泰金融的经理来讲，我就只是一个天才多的总经理啊。吴英，啊，你是不是讲总经理有安怎？阮那是人的头脑尔，根本就无多参详。敢着金汤匙出世的千金小姐讲话遐红声对无？日月星饭店是阮母界，国际喜悦甲阮饭店确实有合作。啊，不过我无听讲要用林子彤的面膜啊，你安尼根本就是公器私用嘛。这一切吼，拢是照正常程序来行的。我才无咧信。你就给我等嘞！阮阿妈即马是武山集团的代理董事长，到时阵伊就听话。方婷姐你好，我叫吴莹莹，我是你节目的忠实观众。你好，你节目吼每一集我拢有看呢。我是讲，你拢会当给林子吼上你的节目，啊，敢讲后一届我嘛会当来遮。找你访问。哎，无安尼好啊啦。看在你是阮同学忠实观众的份上哦，我来替你牵遮线啦。好，你改做翕遮相的，先换。啊，凡是伊对你有印象啊，后盖就会请你来做专访啊。方婷，对无？要做伙翕相无问题啊。咱做伙翕相吼，来，好。来，准备哦！一、二。